这一位选手来自韩国赛区，叫做姜允浩。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，姜允浩的妈妈是中国人，所以他从小就喜欢中国饮食和中国文化。他喜欢妈妈家乡的满山红叶，也喜欢冬天的白雪。他更喜欢吃酸菜炖猪肉。看来妈妈是东北人啊。他的兴趣爱好是唱歌跳舞，梦想成为一个音乐剧演员。水立方杯给了我一个接触中国音乐的机会，他希望可以通过这一次比赛能够得到成长。我们来连线允浩。姜允浩这一次打算演唱什么歌曲？会说中文吗？中文吗？말할수있어요？我中文不好，对不起。啊，노래이름이뭐예요？我和我的祖国。好，请开始你的演唱。시작했어요。心波，心。